你上次看过我用水枪洗厕所，但是我没有介绍水枪的好处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它的力度很大。其实我对你说，其实我以前不会用的。后来我有一次去到我朋友家里，我看到他的水枪，蛮好用啦，我们可以拿去来洗菜啦、洗田里啦，还有洗厕所啦、洗什么东西啦，哇，各种。方便真的很关键啦！你看怎么洗就可以，所以平常我觉得水枪以前我不会用，最近因为政府帮我们翻新了，我特别告诉加点钱告诉他，你要帮我弄一个水枪，我觉得它很快很方便。比如说我们赶时间，哎，这么弄一下，哇，真的好方便，好方便，能可以洗枪，因为它的力度比较容易，咁样控制不用。关开关水口，就建议控制的啦，咁样可以放下去。所以我上次弄给你看，没有解释它的好处。其实那个好处真的100倍，有的时候我用来冲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的时候喜欢坐到的，因为坐到冲凉根本突然间我起来关水口就很麻烦，所以变成我用个水枪，哇，这么容易刷又关掉，哇，真的很好用。还有我告诉很多朋友我的朋友说，哎，结果一级棒，阿芳你没有接受错了，真的很好用。OK，好，我接下来了，希望你们都会用了哈。如果自己能教的，或者教人家教，我对你说，意想不到各种效果出来，你会很惊喜的，因为太好用了。OK，如果好的。新的发明最后面哦，好的，帮我建议，嗯。